你听这个称呼就知道都是谁家的粉丝啊。你看，张云雷的粉丝都喊姐夫。对呀、啊，有郭麒麟的粉丝呢，喊爸爸。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。谁说？没有，辈儿太矮了，我这个。谢谢。就。哇，这是皇上的粉丝啊。谢谢啊，大伙儿这么喜欢我们真是无以为报。嗯，但朱砂没有红土为贵，是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。会有的啊。哦，会有的都不行是吗？其实刚才在后台他们大伙都逗张云雷啊，说都是张云雷的粉丝。嗯，准备把钢丝节改叫雷丝节。啊，这玩意儿得拆多少裤衩啊，就说是吧。大褂都得带花边儿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。谢谢。每年9月12号嗯是钢丝节。哦，有日子。今年得协调所有演员的时间，是调来调去呢，赶上周一。哎，各个队小剧场也没有演出。嗯，但是除了郭麒麟现在大船上出去演出没回来，对，后台几乎差不多的都来了。是，我看今儿微博上说神仙阵容。对，阵容是不错啊。嗯，谢谢。今儿到场的各位赶上了。嗯，这能买着今儿票的，你们应该去买个彩票。谢谢啊。嗯，哈哈。嗯，我其实是要谢谢谦儿哥。就怎么谢我呢？合作这么些年来，到这会儿越发觉得哥们儿之间的交情最宝贵。哎呦，您过奖了。我在后台看他跟那梳头，我特别感慨。这梳头感慨什么？都有白头发了。哎呦，那早就不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一晃我们俩人干这玩意儿干了半辈子了。是，也实在是废物，干不了别的。不会、啊，也没有手艺。嗯，您各位这么捧，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。是，当然今天晚上也有的观众没来。嗯，没来的这个后果其实挺惨的。没来的怎么后果？省不少钱啊。这嗨，那这是后果。嗯，得谢谢各位，谢谢谦儿哥。别客气、啊、这您还、嗯、跟您我不用客气。谢谢大伙儿啊。您也很重要，真的。您瞧，这个常听我相声也都知道于老师在相声界很重要啊。怎么呢？感谢于老师，感谢于老师的父母啊。嗨，感谢嫂夫人啊。您客气啊。先得感谢您的父母。怎么？哎，老爷子老太太没有孩子，这些年来。你等一会儿。确实啊，没有孩子我哪来的？你是后来钢丝节观众送的。谁说的？原来没有。那多新鲜啊。最开始那会儿没有。嗯，他爸爸他妈妈打结了婚，没有孩子，这怎么弄啊？是不是、哦、后来老太太真是下了功夫啊。怎么叫下功夫？下功夫。你想啊，这能说好，我得听听怎么下功夫。因为没有孩子，就净想那个偏方什么的。哦，就想偏方。你想啊，凡是有出殡的地儿，有死人的地儿，啊，就有他母亲出现。这跟要孩子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你们家死人了是吧？啊，反正我们家也没孩子，你要不要给我吧？没听说过，这怎么关系？要孩子？不是要孩子，是要明天早上起来孝子。嗯，拿那个碗啪。摔盆儿，摔盆儿都记得吧？啊，现在没有了。过去是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摔盆儿。哎，孝子搀出来，披麻戴孝，拿一碗，哦，往地上一摔，摔碎了，起灵，出殡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。这碗地上得有一块砖，它要不碎不了啊。摔在这砖上，嗯，摔得粉粉碎。哦，有这规矩。民间传说那块砖如果拿到家去，嗯，一子孙。哦，有这个讲究，有这块砖就容易有孩子。是是是，那会儿就是。民间传说呗，叫迷信嘛。给他们老太太，哎呀，凡是有死人出没的地方，准有他妈。什么叫死人出没的地方？不是，谁家出殡，那准有他母亲在。哦，就盯那块砖去，为抢他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
是吧？早晨九点出殡，凌晨三点他妈就到了。这么早干嘛去？就站在那个胡同口风里边等着。哦，哎，他自个儿学风声，你看，一直等到早晨起来，比笑死去的还早了，比死人去的还早呢。那啊，死人在屋里呢，就得等着啊，等着多咱。人都齐了，孝子搀出来要那块砖。哦，等着这个。那个也有别人家抢那块砖的，但这也有净说闲话的。是吗？你看见你妈来了，这些个女的，呵，差不多了啊。怎么了？也该让别人抢一回了。好，都让他抢走了。这些年你们抢这砖盖了三间北房了。嚯，好家伙，你妈管那个去了，对吧？就贼着贼着，孝子一出来抢，孝子拿着碗，就砖呢，这就抢走了。这还没摔呢就抢走了，你妈抱着砖哎跑快着呢。好，那你等孝子干嘛？直接抢多好啊。所以说有您不容易，那是不容易，感谢您的父母为中国相声界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演员。哎呦，您过奖。真的，我们哥俩好哥们好兄弟，要说朋友到我们这儿就到头了，这交情是没得说。什么叫朋友啊？啊，这您也有讲究。为什么哥俩好叫朋友呢？您说说为什么？朋是一帮人聚在一块儿就叫朋，哦，友是咱们之间好，嗯，哎，朋包括友，嗯，友不包括朋，或者还挺复杂。三百人也算朋友，哦，但是这堆里边可能咱们之间才有交情，跟那些人就是聚在一块儿而已。哦，聚在一块儿叫朋。为什么朋写两个月呢？这为什么？上古时期中国人都住在中原地区，哦，最少见的东西是贝壳。哦，贝壳离着海边远，嗯嗯，拿贝壳当钱，哦，五个贝壳拿绳穿起来，这叫一髻，花这个，哎，两髻叫一棚，哦，家里来串门的了，我带你出去吃饭，摘这么一棚的贝壳，就这一串，为了你，我能花这钱，说明咱们有交情，嚯，这就是朋友的由来，嗯，但是朋友也分多少种，这还有很多种吗？你比如说有笔友。什么叫笔友啊？写信。哦，文字交流。哎，笔友。嗯，有网友啊，这知道，上网的网友。对对，交朋友。有驴友。驴友是？就是谐音，出去好旅游的那个。哦，叫驴友。啊，旅游的朋友。哎，有驴肉友。驴肉友大部分是在保定地区，加火烧的朋友啊。这个他们那个图腾有长的有圆的，嗨，就别图腾了。驴肉友这叫，哦，还有炮友，一般这个都是老北京多。你像到青花池啊，到哪儿啊，去洗澡跟那一泡泡一天，炮友。你是不是认为什么放炮那个朋友？没有，哪儿那么些炮啊？哦，哎，巧妙不巧妙？巧妙吗？冷汗都下来了，哎，一直出着呢，那是啊。所以说朋友有多少种，嗯，过去说吗，啊，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。哦，什么叫好朋友啊？这哥俩相好得换来一边大，一边大。我对你的好值三千万美金，嚯，你对我那好就一个火烧不带肉，还是驴友。那咱们来往不了啊。哥俩好是互相的，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很注重这朋友交往。那是啊，有很多说法，嗯，这个之交那个之交，什么八拜之交，这个什么都有。您给说说都有什么。很多一说都是，比如忘年之交。忘年交是就是忘记年龄的交往。哦，比如说我，嗯，我今年是一个85岁的老相声演员。嚯，老艺人。你有一个孙女儿19岁，长得是个俊啊。嗯，你馋了是怎么着？要多俊有多俊，19，哦，就喜欢上我了。嗯，我85，他19，嗯，我们这我跟你爷爷那么好，尤其我跟你奶奶那个交情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怎么跟谁都那么好啊？就说就解释嘛，啊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打破了世俗的偏见。少来这套啊，流氓就是流氓。什么世俗偏见呢？就是
忘年之交，那意思我明白，这叫忘年之交。嗯啊，还有患难之交，这您再说说。那就说你的了。啊，我怎么样了？你是个85岁的老相声演员。你瞧，我又哎，咱俩一人一回啊。哦，可以，这回轮我了，这回该你了。嗯，你是个85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哦，这回谁的孙女19？没有。嗯，没有啊。嗯嗯，你85，怎么从事相声事业一生？哦，每天就在东五环外有一片高粱地啊。啊，你就在那儿练功？我在高粱地里练功。对，打5岁你就跟那儿练功。嚯，这一辈子不被同行承认。那是同行，谁上高粱地里去？嗯，在85岁这一年，你写了一个新相声作品。哦，叫打倒郭德纲。嚯，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鼓励。你瞧，这高粱地里还净主流的，你知道吗？成功了。哦，你就跟高粱地里，你就天天背呀。呵，怎么能打倒郭德纲？下功夫。哎，正背着呢，这高粱地来了一帮游客，上高粱地里旅游来了。哎，啊，逮蛐蛐，逮蝈蝈。哦，拿一大抄子，是，前面是个圆的那个罩子，啊，后边一个把像网子。哎，扑了开高粱地，一听这儿有声音，咵，哟，怎么了？就给您扣上了。拿我当蛐蛐了，可嗯，啊，扣上了，扣上他们就傻了。哎呦呦，对不起，嗯，这是那个相声老艺术家于谦老师，人家认识我。尤其这几个人里边有一位华侨，怎么样？赞比亚的华侨。你瞧，还挺偏这地方，啊。非洲中南部地区有个地方叫赞比亚，是有这个地方出铜矿，那就富裕嘛，金银铜铁那个铜，哦，出铜，嗯，还出咖啡豆。嚯，当地人主要吃那个东西叫恩西玛。您这知道的太多了。恩西玛，恩西玛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棒子面粥啊。直接说棒子面粥不是就完了吗？这不是赞比亚的方言吗？恩西玛吃这个。哎，什么，这什么方言呢？这哎，反是这么个意思。嗯，赞比亚的华侨就爱上您了。就和一见钟情了吗？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。嚯，你会说那段打倒郭德纲是吧？啊，他怎么知道的这玩意？嗯，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。嚯，您到那儿就轰动了。是啊，那个到那儿先给您做一铜大褂。这玩意怎么穿呢？这都铜大褂，嚼一嘴咖啡豆，端着一碗恩西玛。我，您就是华人相声的领袖。我穿一铜大褂，端一碗恩西玛，嗯，拿一杯咖啡。哎，我什么模样这是？您一听，好啊，我终于能喝热乎的恩西玛了。对呀，啊，以前净吃高粱来了。是啊，啊，去吧，嗯，就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六里桥长途站到赞比亚呀？对对对对，还倒车呢，多新鲜呢！倒车呢，哎，嗯，赶着91岁生日那天到赞比亚了。好家伙，走6年，哎，到那儿了啊。当地啊，竟是那个土著啊，那是一下就给您捆上了，是捆上了，憋着拿您祭天。哦，不是来演出，衣服全脱了，抹上黄酱，撒上孜然，搁上葱花什么的，拿我当羊排那么烤了。旁边就点火，哦，点火，然后这帮赞比亚人就开凉啤酒喝着，嚯，就等着，跟着等您，等着我熟。到这会儿您眼泪下来了，啊，那是我患难了。对，此时此刻谁来救我？有人吗？消息传来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您听见了啊？我得救你，真好。哎，打一电话，嗯，把人放了吧。哦，完了，你跟他们一伙的那是？什么叫你救我呀？就让你知道知道，相声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哎，对，哎，把你放了，啊，你感动。你有个孙女呢，19，啊，这又来了，怎么老有这19岁？俩这亲戚这剪不断理还乱，啊，这别理了，这个就叫患难之交。哦，就解救我。哎，啊，还有稳静之交。这稳静之交怎么解释？稳静就是抹脖子呀。哦，就杀头，生死弟兄，稳静之交。哎，怎么意思？举个例子，就是你啊，还是我。哎，嗯，你是一个35岁的相声艺术家，你瞧，瞬间年轻了。哎，你编了一个新相声，又一新相声。郭德纲被我打倒了，就还是那梁子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对，这个很好。哦，哎，很好。完事您就想啊，嗯，我同行的这些朋友们、哥们儿、兄弟们，这个买了直升飞机了，哦，那个在澳洲买海岛了，嗯，这个趁多少洋房，嚯，我不能赐予他们。我这哥们儿都那么好。哎，我于谦也是要成功的人，那我呢？我要当一个万元户。
我死不死啊？我都这样，我跟那帮人交朋友去？不是，他得一步一步的来呀。我这太短了，这步子。先从万元户做起来。哦，哎，每天看网上这个服不服排行榜有没有啊？服不服啊？上搜狗网搜搜自己是吧？拿我自个儿当狗了？哎，天天就要求我得好，哦、尤其是我于谦得有一个好身体。好身体，从明天开始，嗯，哎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烫头了。你瞧我这半辈子都改了。那是啊，嗯、明天先去做个体检。体检？做体检，做个胃镜，嚯、哦，做个肠镜，全套。后天还去做肠镜，嗯，每天做三回肠镜。对我上瘾了是怎么着？我这，我干嘛呢？我这体检干嘛？就是喜欢，喜欢不行，就查身体嘛。喜欢查身体那个男大夫，不这嗨。啊，算了，哎，反正就明天、嗯，明天就要做体检了。哦，到那儿先做一个 B 超，啊，这倒应该，让给看看身体里边肚子怎么样，查一查吗 ？B 超那块儿咱也不懂，反正弄个那个棒儿，嗯，哎，人家摁着肚子就查吗？大夫看着那个监视器啊，五脏六腑给你看，嗯，这有要求，嗯，得多喝水，这叫憋尿的，哎，喝好些水是得看得清楚，对，哎，要不然没有水，大夫一瞧，好一肚子恩西玛，哎，没听说过。没水就有棒子面是怎么着、哦？不，你不是在北亚刚回来吗？我就刚回来也没有那么急。哎，于老师早晨9点就到医院了，啊，拿了号之后等着。我规矩啊，先喝水啊。对，两箱矿泉水，我真喝呀，一瓶接一瓶，一瓶接一瓶，实在。喝完了开心，肚子胀这样。哦，一回头，嗨，嗯，我也傻了，怎么呢？不该买矿泉水，人这怎么了？医院准备一杯一杯的热茶了。哦，还有茶，但这个茶。看来有多少不一样，有的茶沏完了黄，有的，哎，有的一摸哎温乎，有的凉了，沏的早的沏的晚的，哎，嗯，于老师，有人喝没人喝？嗯，来吧，一大盘儿，嗯，40杯，嚯，嗯。都喝完了啊、嗯？是吗？喝完这嘴里都拉不开栓了，茶叶沏的咽。嗯嗯，呵，噗，还有石头渣子，哪来石头渣子？正这儿回甘呢，哪儿有回甘的这？万一有甜不劲儿的呢？是吧？没有、嗯。护士出来了。嗯。怎么了？我那盘尿样呢？嚯！我把尿喝了。于老师臊得慌了，那是啊，臊得慌了，赶紧又出去买一箱矿泉水，干嘛？喝吧，往下送送吧，漱漱嘴。人他不是骆驼呀，啊，肚子胀成这样了，那是。B 超那屋就喊上了，哦，于谦，这到我了，赶紧进来了，嗯，到我了啊，赶紧您躺着，于老师啊，啊，您躺着，嗯，躺在那床上，人大夫这换手套，嗯，一回头，嗯，把裤衩穿上，哎，嚯。我全脱光了是怎么着？他就已经憋得不行了啊！憋得不行就脱裤衩啊！提上，废话，提害臊了啊！哎呀呵，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废话，松紧带太大了。嗯。大夫看这监视器，嗯，拿这棒，嗯，走你。哎呀，行，大夫真愣，怎么？愣摁呢？啊，肚子都胀成那样了。嗯，砰。滋，怎么了？这是弄人家一墙。好家伙，压力还挺大。嗯，到底是搞艺术了。怎么了？墙上拿尿写四个字儿，叫“妙手回春”。嗨，我撒泡尿还捧人大夫一下，你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吧，去外面尿去，回去去出去。也不落好，赶紧出去了。嗯，上厕所了。嗯，看看表，12点进的厕所。哦，出来12:40。好家伙，要快一钟头了。中午大夫得吃饭去了。啊，于老爷得吃饭去。是啊，吃完饭再回来重新拿号。嗯，接着再喝水。重新喝呀？啊，又买两箱矿泉水。你瞧，喝完问那大夫，那个还有吗？啊，没有了。嗯，没有，茶叶都喝光了。嗯。这玩意儿还是那个沙口，嗯，没听说过，解油腻，嗯，是没有油腻。又喝完，哎呀，还不到啊，嗯，开医院这后门门口遛弯去吧，是，
医院的后门挨着条小河。哦，有小水沟。哎呦，有河。嗯，在河边的坡这溜达溜达。哦，来一姑娘，顺着河坡往下走。哦，都不回头看，一直往水里边走。哟，她要干嘛呀？这是要自杀呀！嚯，于老师这，哎呀，心眼最好。我善良，我不能让她死。对，我跑过去来不及了。哟，因为到这会儿水已经到这儿了，那来不及啊！再往前走一步，这人就能呛死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于老师灵机一动啊，解裤子就尿，在河里尿这河里头。哦，这干嘛？这女的回头看他一眼，嗯，孙子，我这救你呢，你骂人干嘛？废话，河水脏了。哦，姑娘上来，你怎么那么缺德呢你？嗯，我死我了，你管我呢？不是，我就是也怕你死啊。哦，我是好心。是啊，你是坏人。怎么坏？我怎么坏人了？你把裤子提上。哎嗨。我怎么老愿意脱裤子呀？我还早知那么害臊，我别脱好不好？大姐，您贵姓啊？嗯，我姓姚。哦，你好，姚姐。姚姐，还真会聊天，这倒是。嗯，人生多美好。嗯，为什么要死？这得问问他。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哦，他说我跟那个。姓李的那个男孩，嗯，俩人好，他其实冤枉我。怎么呢？那人姓赵。哎，嚯，好，但孩子是孙先生的。哎，好，还一个呢。于谦感动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贞洁烈女啊。我也没见过贞洁烈女，嗯，我想跟你交往。我怎么了？这是做男女朋友，哦，你愿意吗？嗯，女孩说那也不是不行，哦，但是我有要求。你有什么要求？第一，嗯，就是。你不能交往过女朋友，我很在乎这个。那你怎么不在乎你呢？嗯，谦儿说太好了。哦，因为我这个智力一直没有女朋友。哦，这一点我做到了。哦，那还行。第二，嗯，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哎呦，这叫什么要求？谦儿眉毛都立起来了。就是，可以买车买房。对，我是个孝子。哎，给我一个月的时间。哎，嚯，好家伙，我这就要动手是怎么着？嗯，嘿，你瞧瞧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是前生操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怎么这事儿成了？俩人决定同居，先同居，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小区，租房同居。哎呀，真同居了！哎，你住三号楼啊，他住四号楼，这叫同居呀！哎，这叫同居呀！你这边他那边，啊，哎，每天你过去给人做饭，哦，收拾屋子，是，完事买水果都弄好了，天一黑，人家告诉你滚蛋。哦，回去睡觉，啊，就我就这么着了。哎，于老高兴，呵，一个美满的夫妻生活啊。我是没有女朋友之前，嗯嗯，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啊，这天晚上于谦看电视，哦，凌晨两点，电视演这《动物世界》，是，春天来了，嗯，动物的交配季节也到了，嗯，于老坐起来了，哦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。我拿《动物世界》当毛片看了，我这什么人呢？这是我半年，我每天过去给他买早点啊，做中午饭，是弄晚餐啊，买夜宵，对，削水果，嗯，收拾屋子，擦马桶，嗯，给他零花钱。嚯，哦，凭什么我要在三号楼，他在四号楼呢？对呀，我要去找他睡觉去。没错，有钥匙。啊，还有钥匙？你租的房啊？你瞧我这也花钱，啊，那是。嗯，拿钥匙奔四号楼。哦，到那儿去，拧开门，一推开门，嗯，床上俩人，都谁啊？你女朋友和一个男孩。你看这事儿，于老当时就傻了，这急了。俩人坐起来了。嗯，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快乐！哦，于老好开心。我傻不傻呀？我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嗯啊，不。我出去了，哎，关门回去，踏踏实实睡觉了，我心里真踏实。一晃呢，就到春节了，啊，过去这么长时间啊。这天，于老师和他女朋友在街上散步，哦，走着走着，于老师突然间愣了，嗯，不对呀，那天不是四月一号吧？我这才反应过来呀，我不是那么好骗的，说，嗯，那天到底是几号？还问人家这干嘛呀？嗯。一回头，路边有一卖西瓜的。哦，于老师把卖西瓜那刀拿过来了。我要杀人！哼，啊，骗我！
不是愚人节，竟然说是愚人节。嗯哼，啪，这是把刀就搁脖子上了。干嘛呀？千钧一发。嗯，我赶到了。哦，于谦儿，怎么着？你回头。嗯，擦。您解释的这是？哎呀，我心如刀绞啊！啊，你女朋友一下就扎到我怀里边了。哦，我搂着她，是仨钟头啊。是啊，没把我累死，你知道吗？你死不死啊你？但是您这个后事得是我料理，都料理完了，最后你坟前立块碑，俩字儿写的是活该。哎，可不是活该吗？早就该死这样的。刎颈之交，刎颈之交、啊。第六，我死你手里的这是，这个都不叫事儿啊！最厉害的是金兰之交，金兰之交是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嗯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哦，同心之言，其秀如兰。嚯，这么说你不明白？您给解释。为什么叫金兰之交呢？啊，金，黄金，是天下最值钱的东西是黄金。哦，兰，君子如兰。啊，这个君子风，一个金，一个兰，这是说明两个人之间最宝贵的友谊。哦，一结金兰嘛。是是是，于老师。哦，高峰。嗯，孙越，我们哥仨，仨人一结金兰。就是把兄弟呀、啊，这哥仨趴那儿了，趴那儿。皇天后土在上，我弟兄三人在下。是、哦、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是但求今年今月今天死。对，我们仨这作死来了，这是谁先死谁老大啊？按这顺序来排，好不好？别排了，都死了、嗯、还排什么呀？哥仨站起身来，嗯，虽然说姓高、姓于、姓孙，但是啊，亲哥们一样，就拜把兄弟。这哥仨拜完把兄弟，等我。等您干嘛？我呢是从东土大唐来，我们保着你取经去，合着是，这什么意思？哎、没有我、啊，整个这个故事就没有我了。没有您就对了，就是你们三个人。但是虽然说不在故事里，我也替你委屈。你怎么委屈？你不该跟他们俩人一结金兰。为什么？我们哥仨好。您在我们心中是这份儿的，那两个人品性不好。怎么品性不好？比如啊。比如孙越吧，啊，孙胖子，孙胖子啊，咱得说相声、啊。是啊，啊，嗯，岳云鹏那来事儿，那天咱们演出，孙胖子收拾收拾东西，走吧，扛着耙子，哎，哎，还是取经去了，扛着他演出的东西，对，取经去了，还是取经去了，说相声去了啊，家里就剩下孙胖子的媳妇儿、嗯，哦，他媳妇儿叫高翠兰，啊，啊，姐仨，这对高老庄那个是吗？媳妇儿叫翠兰，啊。啊哎，在家正待着呢，收拾屋子，噔噔噔一敲门，嗯，打开门一看，谁？高峰。高峰干嘛来？戴个眼镜，瞎么合眼进来了。哦，啊，踢踏踏的铃铛，拿着板儿来的。啊啊！上孙越他们家走学去了，这是。别打板儿啊！别打板儿 啊, 啊！不是孙胖子不是走了吗？就别走了。是走你走还有街坊呢。啊，你这一打板都叫来了。啊、就是。哦，嗯。板儿撂下，别唱了，高峰啊，嗯，眼戴着眼镜啊，睡觉吧。什么呀？叫睡觉？哪儿啊？睡觉吧，天不早了。啊？哪儿就天不早了？刚下午四点。嚯、哦，这啊还没吃饭呢，这 啊, 啊，行，吃饭，别想着什么急了，胖子也走了啊，对吧？有的是时间啊。不是，你先洗澡去。好，真有事儿。嘿，高峰把眼镜摘下来了。哦，摘了眼镜，高峰就如同看不见是一样的，就是瞎子。哎。那个洗澡是那屋，你这胖子给媳妇搀着，嗯，到洗澡这屋啊，都脱了，是，哎，花洒在哪儿？这模样还有心干这事儿？嗯，给搀到这儿来，嗯，摸着花洒了，嗯嗯，花洒那把在哪儿？一定一问，疼啊、哦！洗头水在哪儿？可好，早问呢，嗯。出来啊！嗯，洗头水。花洒在哪儿？又找不着了。嗯，又给扶回来，又给扶回来啊！这个生活不能自理，这个。但是这个人很要强啊！这还要什么强啊？这个只要不戴眼镜，就什么看不见啊！哦，哎，这儿洗，洗干干净净的。嗯，拿大毛巾被一捂，裹上了。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听门响，有人呢、啊？这是啊，孙胖子的声音。哟，我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了？高老师就算啥？那可不吗？
我可以说我眼镜丢了摸到你们家来的吗？没听说过，有光屁股摸过来的吗？啊，高小姐说这怎么弄？高小姐哪有高小姐？翠兰说怎么弄啊？啊，别动！怎么了？把毛巾被就蹬下来了。干嘛呀？那有一大瓶子痱子粉，啊，白色的。孙胖子太胖了啊，那个一折一折的，他那个脖子好几折啊。我老觉得上辈子他是勒死的。嚯，那肚子也好几点啊，所以洗完澡老得弄痱子粉。哦，他这个媳妇买大瓶的。嗯，这会儿灵机一动，打开了，啊，闭眼。干嘛？高峰说：“闭眼我就看不见了。”这睁眼你也看不见呐！闭眼，从头上哗哗哗哗哗哗，嗯，就这点痱子粉给高峰全抹上了。呵，搀着他出来，出来，嗯，出来，到这个浴室门口，嗯，墙角站着别动啊，定这儿。要说孙悦这个媳妇儿真聪明啊，从台灯上那拿一罩，给高峰扣脑袋上，哦，给摆一姿势，高峰跟这儿。你知道这姿势也不是哪儿来的？就说你是雕塑。哦，哎，高峰，嗯，哎，能把我那板儿给我搁在左手？别弄板儿了，谁弄一雕塑？我弄一板儿啊！啊，好，说话功夫，孙胖进来了啊，嗯，敲门没人开呢。是啊，媳妇说这收拾呢啊，这不是刚买了个雕塑吗？哦，胖子看看，嗯，哦，还挺好啊，行，你瞧，哎，你不演出去了吗？嗯，没有，来信儿说改天不去了。哦，哦，那行了，收拾吧，嗯，东西放这儿了，这会儿。傍晚五点多，哦，吃饭吧，哦，人家两口子放下桌子，嗯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啊，挺丰盛。开开酒，俩人坐着连吃带喝，嗯，胖子回头看了一眼那墙角，嗯，这多咱买的呀，嗯，媳妇儿很紧张，那是，啊，嗨，这之前快递送来就没拆箱子，刚才说你不在，哦，我说我自个儿弄刚摆上，哦，行，吃饭吧，嗯，吃饭吧，吃完饭看电视，呵，到晚上11点多睡觉，受了罪了啊，躺下，孙胖子这媳妇儿。翻过来掉过去害怕呀，他有事儿啊，老看，嗯，到最后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嗯，凌晨1点，好，哦，孙胖子坐起来了啊，拿手指着这媳妇儿，这怎么意思，转身奔厨房干嘛，把刀抄起来了，哎呦，大菜刀啊，啊，抄起菜刀来，开冰箱，嗯，拿一大块火腿出来，啪啪啪啪啪 啪, 啪, 啪，这是切几片火腿，嗯，来两片面包一夹，嗯，把刀放下，拿这面包出来了，嗯，站在高峰那儿，说什么呀？高峰跟这儿还站着呢。孙胖子叹了口气，嗯，往前一递这面包，说：“吃吧。”嗯，哎，嗯，在于谦家差点饿死我。哎，我去你的吧！